4000万年前，古印度大陆闯过特提四海，与欧亚大陆相撞。这一撞击的巨大力量，使地球上隆起了几条最大的山脉。这些山脉聚合在一起，造就出了壮阔的青藏高原。它的诞生，使地球上已经有过的一切山脉都黯然失色。在这一宇宙间冥冥力量所安排的伟大运动中，这块虚形地域便是这一切奥秘中的主角。在这儿已发现的迥然不同的古代生物化石，证明了这里就是两块大陆撞击的发生点。它就是羌塘，藏语意思是北方高原。它的北面是喀拉昆仑山和唐古拉山，南面是念青唐古拉山。在南北山脉之间烘托着一大块高旷的荒原，它约有50万平方公里，海拔平均5000米以上，它就是青藏高原的核心地带。直到今天，这些土地还仿佛像外星球一样，与我们的文明远远相隔。现在，让我们登临着世界屋脊上最高的平台，沿着那条展示了无限风采和神奇意味的大陆缝合线，做一次庄严的探访，去了解那远在我们生活之外的一片净土。大地神秘而苍凉，苍凉中拓展着悠远的声音，这声音凝聚着来自4000万年前的古老信息，传达出生命在这里徘徊游荡的悠悠足音。这里有一首古老的牧歌唱道：神秘的羌塘啊，在你不曾熟悉它的时候，它是那样的荒凉空旷，一旦你熟悉了它之后，它会变成你可爱的家乡。这土地常常被白色覆盖，白色中像黑岩石一样沉默的是牦牛。严酷的环境造就了这样一身美丽的长发，使它们能无所畏惧地伫立在严寒之中。而更为优越的是，它们能在这雪野里创造一种安详，使一切苦难都显得微不足道。牧龟常常伴随着纷扬的大雪，但这仍是牧民们愉快的时刻。尽管气候如此恶劣，
他们的劳动仍表现出歌舞般的节奏。人们深深懂得牦牛对于羌塘的意义，他们称牦牛为诺尔，即宝贝财富。牦牛使牧民们拥有了帐篷，有了住的空间、劳动工具以及手工艺。牦牛的一切几乎都被牧民们用来参与生活。无论多么寒冷，尽管气温降到零下三四十度，牧民们依旧可以从冰天雪地里取到温暖的牛奶。在羌塘的莽原上，还有一种生灵陪伴着牧人，这就是绵羊。它们不像牦牛那么深沉，它们惶恐的叫声充分体现了大自然的表情。不管怎样，绵羊们正是在这种不安中繁衍了后代，给牧人带来了生机。小羊羔的呼唤奏响了高原上春的乐章。在孩子的童年，阿爸每年都要向他们赠送一只小羊羔，让幼小的生命融合在一起，培育着高原上最珍贵的感情。藏北的牧民生下来就面临着与命运的抗争，他们选择了这片土地，也选择了这片土地上的生灵。他们热爱他们的祖先在这里做出的选择，他们从小就继承着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以对大自然的虔诚而达到了最高境界。每年一度的藏历春节，他们要在牛毛帐篷上感谢太阳神和月神对他们降临的善意。牧民们永远怀着虔诚的心灵，感受着可知和不可知的一切。方形是牛羊圈，加小点儿是希望牛羊满圈。
牛粪垒砌的围墙上隐约可见万字，这是永恒安定的真相。冰块要放在高处，这三块分别代表天地神，彩色经幡表示着天空、黄土、绿草和火的凝聚，是宇宙间生命的轮回。震撼的声响，自信地坐在红色帷幕下面，使他们区别于牧民，而更接近法力无边的神灵。这声响还能使神灵显现，让他们从幕后走出来，表演一系列深奥的动作。这些护法大神体现着天界的力量，他们长时间的旋转跳跃，意味着他们总是辛勤的打鬼，维护着法轮长转和大千世界的太平。这一天，牧民们也有人间的欢乐，他们虽不相识，但只要在这个圈子里，就能共用一个节奏。这里有一个默契，那就是自右向左旋转的方向感。牧人们把方向看作是信仰的一部分，无论欢愉还是痛苦，与法轮相同方向的旋转，总能使任何活动都蒙上庄严的色彩。
神也在旋转，这是一种虚幻的旋转。短暂的光彩很快就要结束，一切将复归平静。但对阿妈的热爱，则是永恒而甜蜜的现实。葬礼年第一天，要由阿妈给女儿洗脸，用的是牦牛奶。这洁白的乳水浇灌着一代又一代善良与淳朴的美好品格。这一天，阿妈要第一个品尝节日蛋糕，当然神灵也不能忘记，向后抛洒三次，分别表达对天地神的尊敬。阿妈愿是生命之神，他们辛劳而永无抱怨，他们守护着子孙与牛羊，也守护着千年孤寂的草原岁月。藏北还有一个母亲，盐湖，她是大自然赐予高原的一个生命泉源。牧人们敬仰地称盐湖为阿妈。每年五月至九月间，有许多驼岩人驱赶着牦牛向无人区跋涉，他们脚下踏着海拔5000米的土地，迎着终日不止的高原大风，就这么走几个月。古老的禁忌规定，驼岩人必须忘掉生活中最亲密的女性和语言。这些牦牛永远伴随着驼岩人，他们是流动的城堡，他们比古老的禁忌更牢靠地使驼岩人获得了安全感。高原的食物是最简单的，只有这些风干的生牛肉和酥油茶，供给他们在这里搏斗所需要的一切能量。他们使用另一套神秘的语言，把诸如吃肉、喝茶等生活用语都变成了对盐湖女神的调情。他们的精神状态必须保持一种迷幻，一种与盐湖神交的热烈与惶惑。夜幕降临，荒原上只有他们与牦牛，没有女人，没有
当他们终于坐在火塘周围时，熊熊的火焰或许能融化他们那被古老禁忌禁锢着的思绪，能使他们枯燥的生活得到一丝抚爱。这骨骸是驼岩路的代价，附着着高原的命运，附着着命运的神秘。只有跑过的风知道，人类从这里走过，今天还在走。牧人们对藏北的宏大自然景观怀有特殊的敬畏感，他们认为有许多精灵栖息在珊瑚和原野之中，对人的行为会做出善或恶的反应。这些石头和玛尼奇便是对那些到处游逛的精灵们的一种奉献或是一种制约，但更重要的是，这是牧人们对自己故乡与众不同的文化情感。他们浪漫地构思着意象，把游牧的血缘关系编织在那些沉默的珊瑚之间。这是作为藏北南方门户的念青唐古拉山。如果藏北的珊瑚都分别形成一个个部落，那么他就是最大部落的酋长。这一望无际的湖水就是他的妻子，叫纳木湖。他们的儿子小念青唐古拉在纳木湖北岸。在这里飘扬的经幡又有一种神秘意识，它是牧人们把人的繁衍寄托于神的繁衍之中。深扎的甲冈山是念青唐古拉的一个妃子，但他却和另一座山马钦颇木热里生了一对女儿，为了回避丈夫，把他们藏到了双湖。这就是双湖的西亚尔山，一对私生女，据说山下有水晶根，是姑娘戴的耳环。冷酷的格拉丹东是唐古拉山脉的主峰，传说中是北方群山部落的首领。这里是冈恰乔巴冰川，这里也是长江的源头，但此刻它不是，因为这里是二月份，温度低于零下40度，滴水也无法从这里流出。漫步在冰宫里，仿佛有一种力量控制着这儿发生的一切，仿佛那力量
被不可思议地束缚着，随时会摧毁这里过于安静的气氛，而迸发出恐怖。这是一种真正美妙的体验。克拉丹东有一个妻子叫雀莫山，她很孤独，因为丈夫生性冷酷，和她生了一个儿子以后就再也不理睬他们了。拉日山曾是印度的神山，因肚子里藏着珠宝，被印度的神山妒忌，于是私奔到安都。当琼山是仙女，麒麟湖是魔湖，传说格萨尔王曾把魔鬼堆阿琼的头割下来扔在此湖中。直到今天，麒麟湖还浊浪滚滚，是那魔头在呼吸。深扎的嘉陵措，牧人们声称看见过狐牛狐羊在湖畔漫步。有的湖泊精巧深邃，牧人说其中会出现幻影，能看见自己的过去与未来。这是比如康布夏山顶湖，无论山下如何阳光灿烂，这儿总是凄风愁雨。据说湖底有个精灵，牧民们编织了童话，也进行着认真的沉思。这是圣湖当惹雍措，远处隐约可见达尔果神山，它那无法形容的蓝色能激起人们对生命的思考。就像这拍岸的湖水那样，这些思考已经拍打在牧民们的历史和精神之中。群众性的巢湖是隆重的活动，附近的牧人们都要赶来送行。如果要剖析这种举动的原因，我们只能说是这湖太诱人了，它本身具备了一种伟大，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记得某位活佛说过，仅仅在藏北大地上站一分钟，就会终身难忘。他说得太对了。古老的思想也产生过古老的政体，这是琼宗，据说依稀可见的墙基便是古代香雄国的王宫。当年的城堡雄视着当惹雍措，表现出一个大帝王的气概。
但它还是随历史故去了1600多年。香熊国的最后一位国王叫瓦尔加勒坡，他有许多漂亮的妃子，前来攻打的吐蕃王收买了其中的一个，让他趁香熊王洗澡时偷走了他的战袍和武器，他最后被乱箭射死。他的死宣告了一个部落纷争时代的结束，从此文化的中心移向了拉萨，这里便被叫做文部，意思是牛奶泡沫，比喻这里曾经大起大落。这座离琼宗80公里的玉本寺，也是香熊时期的本教寺庙，距今已有2000年的历史。现在我们听到的便是古香熊文。昭陵网，花草五谷，名利的人头，都作为原始崇拜出现在这里。这位28岁的活佛，他正在密室修持。他破例让我们进来看他念经，是因为我们来自遥远的地方。吐蕃，他征服的雄伟，骄傲地进入了佛的天国。从此，菩萨的袈裟代替了寒光闪闪的战袍。喃喃的吟诵淹没了战马的嘶鸣，这就是佛教的进入。藏北佛教寺院远不如山南和拉萨那样辉煌，但毕竟在这里垒砌了一座座比帐篷要结实得多的经堂，这在他们菲薄的财富里已是相当巨额的奉献了。这是当琼寺，是宁玛派，俗称红教。他们供奉莲花生大师，传说他生于莲花，有无上法力，从而镇服了藏区所有地方魔鬼。那曲的霞灯寺属格鲁派，又称黄教。它是西藏纷纭迷离的佛教运动的最后完善的结果。无论什么教派，都是这些牧民们穿上袈裟坐在这里，创造了这些闪烁的灯火、幽暗的殿堂，从而把牧民们的灵魂带入了一个被保护的状态。他们及所有牧民都相信这些低沉的吟诵、古差的节拍，将使他们能和超自然的力量相通，能使他们的灵魂得到安排。这样，所有凄惶和辛劳，都具有了特定的
人生含义。汴京时，寺院成了学术场所，信仰向理性转化。这些剃度出家的牧民们，在神学的领域里驰骋着想象力。然而，对于牧民们来说，只要有这样的寺院，有这些喇嘛在里面生活，他们的内心世界就能获得宁静。喇嘛在里面念经，牧人们在外面转经，他们在这刻着翁玛尼帕密红六字真言的经筒上摩擦了千百万遍，每轮回一圈，大地上便多了一次灵魂的呼唤。对待死亡，牧民采取了也许是最浪漫的方式，他们让灵魂离身而去，进入喇嘛们所为之夜以继日祈祷的另一圣界。留下的肉体，他们希望奉献给在天上飞翔的生灵。输送躯壳而不是灵魂的工作，不在寺庙而在天葬台进行。实施者不是喇嘛，而是精通解剖的天葬师。令人敬畏的法师可以用神秘的咒语使这里的气氛发生变化。顷刻间，那些飞翔者便在天空聚集，用他们锐利的眼睛观望之后，便向一侧的山腰降落。天葬法师要戴上猪头形帽冠和黑色缨须，这是天上掌管生灵的菩萨卓姆拉姆的打扮。黑色鹰须是为了掩藏目光，因为鹰是不愿意和生者打交道的。有个达普活佛50年前站在这里嘱咐过，要对死者庄严的超度，使生者更从容地思索
自己的归宿。牧民们的生活观始终带有一种反省和内审的善良意愿，这或许来自他们特殊的生存地理环境。大莽原上，人直接裸露在大自然的广阔之中。空间的绝对无限，使牧民们转向了时间的可塑性。在万里高原上，他们能支配的就是时间。牧人们从来不会空着自己的手，他们总是能找到时间的载体。牛羊的毛线就这样通过牧人灵巧的手指，与缓缓的时间一起编织进了生活。在手工艺中，男人和女人有明显的分工，妇女们主要是编织生活中的装饰品，而男人则从事与信仰有关的技艺。在石头上书刻文字，表达意象，或许藏民族独一无二的创造。藏北大地上的每一块石头，似乎都被牧民们用心灵拥抱过。在他们看来，这些坚实，远比短促的灵与肉的人生更能记录那流淌在无穷时间长河中的信念。这些堆垒如山的石块，堆垒着众多牧民年复一年的心中美景。他们对时间的把握还体现在这些智者们奇妙的演算之中。这里他们构思了宇宙，用数学也用神学表达了天体地球与人类之间永存的平衡和谐。这是药王以及两位藏族医圣，人们用佛学观念给藏医涂上一层灵光，藏医与佛教互相补充。
佛教用恢宏的设施为人们设计了一个天界供人们去憧憬，藏医则用这小小的药丸使这个人间的等待过程尽量减少痛苦。藏医的北方学派尤其擅长矿物药，他们相信这些在太阳照耀下的矿物凝聚了大自然的精气，能对人体产生奇异的作用。这种宇宙观包含了浓郁的神秘意识，牧民们在神秘中创造神秘，而神秘本身便升华了简单的生活。正由于牧民们有着这样深厚的文化背景，他们的生活才显得如此宁静而富有诗意。挖虫草是东部牧民在夏季的一项生产活动，牧人们把虫草看作是神的肠子，他们在挖虫草时带有一种庄严的神秘感。绿色为牲畜提供了活力，也带来了充足的奶水。整个冬天没有挤过奶的羊，也要对牧民做出奉献了。他们性格太活跃，因此挤奶时，牧人们用绳子把他们的头都拴在一起，尾巴朝外。这是藏北高原牧场的一个独特场景。黄金的季节，美好的时光，高原人度过了漫长冬天的压抑，现在也焕发出了热烈。他们优美的身体绝不亚于他们优美的心灵，他们对生命所唱的赞歌绝不逊于他们对命运所做的祈祷。这些面具是高原人的文化和他们世俗的想象力，他们流传于东部的青山绿谷之中。
这出热巴戏名字叫被割了鼻子的小偷，故事讲的是这个丑陋的小偷如何与国王勾结，欺骗了商人的妻子。戏中的国王是中原的钦差，原型是驻藏大臣。因为这一带属于东部四十一族部落，划归驻藏大臣管辖和收税，后来又划走两族，专门供奉布达拉宫中点灯的酥油，剩下三十九族。这里的牧民，他们的灵魂由拉萨掌管，而世俗生活则由驻藏大臣行使权力。小偷与国王有许多油嘴滑舌的对话，中心意思是小偷如何解释他那个被割掉了的鼻子，然后用木桶打水等劳动来证明自己的本领。最后国王告诉他，那边有一对商人夫妻，和他商量把商人骗过来，再让小偷拐走他的妻子。戏很幽默，善与恶，美与丑并不是主题，牧民们真正欣赏的是其中表现出来的小人物的智慧。当牧民们陶醉于自己的文化创造时，大自然的另一部分也在构筑着自身的命运。嘉黎县尼乌曲，这是藏北最低的热谷，这里云雾水汽，大地被生命击打，但又有一种内在的沉寂和静谧。巨大的冰川在这里虎视眈眈，但绿色居民还是爬上了这一海拔4000米的高度。这里的宏观气候与地区小气候交织出冰川与绿荫的奏鸣。在这里吐出花蕊，证明了地球上的植物生命绝不放弃每一寸可以进取的土地。这里海拔稍稍低了一点儿，生的图案竟是这样的开拓进取，这样强烈，这样的优雅。
到了西部，在深扎双湖和文部一带，地势平旷，但海拔已超过了5000米。这里几乎已经到了靠阳光和空气合成生命的极限了。我们走进这迄今无人问津的荒蛮世界，令我们惊讶的是，这里从未失去过生命的呼唤。黑颈鹤上个世纪还是铺天盖地的飞翔，可现在全地球仅剩下不到1000只。只有这渺无人迹的荒原，才使他们找到了种族繁衍的希望。他们那传统的扯着嗓子表达爱情的方式，在这里就不会受人打扰了。藏北是湖泊最多的大陆之一，那纯净的湖泊里掩藏着许多秘密。我们发现其中的一个秘密，就是鸟岛。它们魔幻神奇，虚无缥缈，恍惚幽深。它们使整个天地之间弥漫着欢乐。这是折龟湖鸟岛，斑头雁在它的浅滩上轻松地漫步。这是已见过的双湖西亚尔山，传说中的私生女。它对面就有一窝窝即将出壳的雁蛋。现在我们就看到了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高的鸟岛——村鳄鸟岛，也许它也是最美的鸟岛。但是这些鸟族们在这里翱翔欢唱，并不是寻欢作乐。他们以失去自由为代价，聚会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目标上，耐心地养育后代。但上帝造就了他们属于天空，即使在他们已经大为收敛的飞翔中，我们不能不叹美那掠过天地之间的眼花缭乱的羽翅，展示了昂扬的生殖欲望和辉煌的生命旋律。鸟岛居民并不完全属于藏北大地，他们只是季节的使者。真正的藏北居民在更为遥远的西部荒漠之中。地球40亿年的生命史，人类是最后一个物种。那些远比人类古老得多的子民，活跃在两块古大陆碰撞的
缝合线上。当这些野驴在我们面前奔跑时，不知道他们是因为兴奋还是因为恐惧，他们总是从很远的地方跑过来，然后同汽车展开疯狂的竞赛，就这样能连续跑上几小时。他们的肺一定是世界上优秀的，因为这儿海拔5000多米。这是高原动物之王，野牦牛。它的权威来自1吨多重的体躯，和一次能在胃里消化150公斤的纳渣草。没有什么东西敢于在它面前抵抗，它体现了最强悍的高原生命。他们的生死只有自然的命运之神来安排了。4000万年过去了，古大陆相撞的巨大回响好像还能听到。在这能一睹两块大陆风采的地方，我们看到湖泊静的交腿。这几千万年的历史，便是湖水下降的历史。大地仍很年轻，还在发育，而湖泊那碧蓝的湖水正以衰老的姿态离开这块大陆。这台阶便是湖泊的年轮，也是大地的年轮，它的每一层都意味着几十万年时光的流逝，意味着不可阻挡的升腾和寂灭。辛嘎尔乡的这些占星图式的地貌，显然是由水的消失而形成的。巨大的石卵玄妙地沉默着，似乎对它们过早地暴露在阳光下感到不理解。戎马温泉，地表水退去后，地下水仍在喷射。这是大地的力量，它流出了地层深处的物质。我们星球内部的秘密通过弥漫的化学气体附着在这些挺拔的石柱上。一切都表明藏北拥有一块活跃的地幔，它的波动必然会导致生灵，尤其是人类受其影响。
见是玉本寺金堂后面的山洞，洞壁似莲花，这是被水侵蚀的湖像沉寂。洞穴深处有一些古老的图腾，它们是神的童年。牧人们更传说，在戎马温泉附近的嘉林山上有一些石头，上面有许多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影像。这里终日刮着十级以上的大风，把这些石块磨砺得如同金属。就在这杂乱无章的石头中，我们获得了震惊世界的发现。这是岩画，仔细看，是一种锐器打凿出的阴刻，它起码有5000至10000年的历史。这可是令人头晕目眩的思考，因为现在所有关于人类文明都是以排除这里有人类早期活动这一事实为基础的。然而这些默默无言的石画，它那近乎于现代艺术风格的人兽造型，那些狩猎农耕的场面将意味着什么？牧羊人的发现将重新衔接东方的文明史，研究的结果也许会给人类学带来重大突破。无数的石块被嘉林山的风扫拂着，一个中断了的文明在蓝天下躺着。牧羊人有自己对于历史的理解，在这孤独的草原和帐篷里，他们聆听着本民族的创世史。格萨尔王，这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英雄史诗。古希腊神庙前诞生的荷马史诗，其长度或许不到草原帐篷里唱出的格萨尔王史诗的十分之一，而且这部史诗直到今天还没有唱完。史诗中有人格的神，也有神性的人，有战争也有和平，它是高原的荣耀，是曾经有过的豪迈生活的诗意折光。只有牧民中的个别人被奇妙地授予这种说唱能力，他们没有任何师承，但却能口若悬河，这至今是个无法解开的谜。史诗从远古说到今天，人们从远古生存到今天。在每年8月的赛马会上，万里高原的牧民终于盼到了聚会的最高形式。他们在这里演示着积蓄了整整一年的激动与风采。
这里凝聚着牧民生活中的亮点和血液中蕴藏的男子汉的勇猛。这里牧民们体会着难得的相聚和竞争，在这儿获得的欢乐将使他们久久难忘。地理的高原在变，人文的高原也在变。新的建筑导入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对牧民们的冲击并不亚于古印度大陆对欧亚大陆的冲击，也许正像后者一样，会产生出新的高度，产生出一个更加动人的文化高原。那种精神，那种来自远古、汲取自大草原和英雄史诗里的精神，将继续笼罩着万里藏北。这一部分在世界上站得最高的人类，将喊出大自然最嘹亮的声音，这声音将和高原运动的声音融合在一起，回响在宇宙
穹隆。Hello.